亲有约，花不误，年年岁岁不相负。嗨，大家好，又到一年一度我家樱桃花开的季节。望着它是新枝开花，因为赶到修剪了，修剪过度，以致今年花开的不是很好，有些稀稀落落。这一次挡道剪的太多了，今年没花看也没果子吃了。幸好另外一边长得还不错，过去看一下。另外一处长得红茂密，开的还不错，还红茂密。通常是先开花然后展叶，昨天出来花很还很红茂密，今天叶子长出来，到了五月份樱桃树上结满了果实，六月份就可以陆续采摘了，像葡萄像珍珠，红彤彤的酸甜的味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继续。